没死人就行啊。愿不义作战，我必须心无杂念。 这么说还亏经验啦，那我有点小赚哦。利落的一刀就能分开黑暗与光明。 哒哒哒哒哒，我挨一下呗，真小气。我这E不透，对吧？40滴血，这也不给我E一下。 这你就吃药了，你是不是人呐？啊！只有神能平反一切。哎呀，这给他续上血路了。 不续弦的这波很赚的，他流血都要消失了，这波身位靠前了，你还没好呢，不必理会，一个眼。本来是一波很棒的换血，因为我把他的这个外圈首先直接就扭掉了一个，多A兵嘛，A兵能回血。 能一诺手，一诺手啊！现在血量稍微压一下用技能，果然还够用。这个先会卡住的，他回城给他回，兵线他很亏的。 回城再被我耗两，他要出事了。几回城也很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我这波回城他就不好抓到我了，除非打野来啊。我这波回城攻速鞋了。啊！这他妈小兵会走位呢？回家了，回家他回家了，我也回。没吃到这个经验。 我两级鞋，他很难抓到我的，特别难。因为我400移速，他300移速，那就是抓不到。他开机跑也才多少移速？400。这个兵不要，走上去 A 他3下，啊，3，4小 A 不到，4小 A 要被他打了，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没事，被拉到也没事。失误了，可以越他的塔。不要吃了，把他越了，把他越了，上啊！直接上就好了，不用等。哎，我这波失误了，怎么会被他拉到呢？做八点血这波也死不了。不是他扛塔，我给他套大就行了，两个人就够了。嗯，开挂。就跑出跑砸跑中路去了。已经赢不了了，不想玩了。为什么要送人头啊？打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开送了？这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不必理会。对吧，本来他们也赢不了。送不送都一样。也不是送了才输。送不送都不影响他们这把已经结束了。队友优势那么大。看一下设置，我就是基本的设置 QWER， 没什么设置。我又不是改电了，还要看一下设置。改建允许吗？允许。你比如说你习惯什么键位，你玩其他游戏习惯什么键位，你都可以调，自己用的习惯就可以。我一波吧，拆的有点慢。哇，他们跳来跳去的。揉眼睛，我这长了个包，是个痘吗？说上火了，不清楚。电脑什么配置？不知道。
不要嘎了吧，希望不会吧，走就行了，他打我个大，不能再尾随我啊，跑远点啊，别尾随我。好的，直接把他做掉了。龟龟。刮了你！可以。玩得很好啊，都11-1了。寡妇是有伤害的，他这个装备做出来打人很痛的。又在后面，不用看，寡妇都这样抓人吗？炸弹炸到了。戳一下伤害很高的，哎呦，直接死了。如果大能开出来，我能 A 死他的。得出个魔抗，多出魔抗，物理伤害没什么伤害的。他可能一 R 就能秒我，他找我换大招，我也得换的。得直接叫 R， 伤害打到一瞬间就得叫 R， 我很脆的。叫完一点都得死。
将在我的铁翼面前溃败。还是寡妇呢？会出来吗？应该不出来了吧？大招还能好一点。我记得寡妇大招 CD 还挺长的。